礼义胜于义三门，而广行善也。若能共同修持各种善业，其功德福报更加不可思议。因为所有参与共修者，均可同时获得共修的全部利益。因此，很多寺院都会特别于神殿月举办盛大的法会。九九流浪的河口，让你心中充满爱，不让生命受苦，这难以接生命，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佛言：大王，若以上妙饮食供养三宝，得五种利益：身相端严，气力增盛，寿命延长，快乐安稳，成就辩才。如是南瞻部洲一切众生，父母、妻子、男女眷属，如上布施，随愿所求，无不圆满。善男子，菩萨已曾成事供养诸佛如来故，而不生于邪见之教。若生其中，诸缘不具，与善知识不得合合，是故菩萨不生其中。与善知识修行善法，由是得生正见之家，诸缘具足，增长广大殊胜善根。你用世间黄金珠宝百千万亿去做世间的布施，福报很大，但不如一杯水供养三宝的功德。为什么？三宝这个佛力是无上福田啊！所以各位要多在家里供养三宝，贴一张佛像，摆一部经典都可以，代表三宝。每天要至少供几杯水，好不好啊？佛陀说水有八德啊，水就具足八种功德，那你拿来供养就能够产生无量的功德。善男子，菩萨诸根终无缺减，若缺减者，于佛法中即非法器。然菩萨以积极福业故，于佛法僧及至多所成事供养故，得诸根具足，堪为法器。以供养佛者，其福甚多，如是有情，受甚妙乐，速当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供养法者，生诸善根，智慧增长，当得觉悟法自在故，于一切法能证了之。供养僧者，种诸善根，而彼无量资粮增盛。那这个十供养也代表圆满啊，香代表戒律清净，鼻根清净，多闻；花代表忍辱慈悲，然后往生净土更是莲花世界；灯代表智慧，眼睛好，光明啊，脱离无明，而是这样来供养所有三宝，以这样的功德来回向所有众生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大家才会得到更大的功德，往生者才会得到更大的福报。所以这个叫无量心无分别，功德最大。所以我们要在观音菩萨面前用身口意来实践观音的正法，无来去利众生啊。所以你要成佛，无上正等无上乐啊，正等正觉无上，从修正法而出生。什么是正法？就是诸佛正法无来去，唯勤行勿利众生。若常信奉于诸佛，则能心即大供养。若能心即大供养，彼人信佛不思议。若常信奉于尊法，则闻佛法无厌足。若闻佛法无厌足，彼人信法不思议。若常信奉清净僧，则得信心不退转。若得信心不退转，彼人信力无能动。若得信力无能动，则得诸根净明力。若得诸根净明力，则能远离恶之事。只是做功德如何圆满呢？不要光为自己求财富健康。当你做了这个功德啊，回向贫穷人有钱，回向生病人好起来，回向你供花的时候啊，回向所有长得不漂亮的将来都长得很漂亮，那这个功德最大。如果你的儿子不喜欢读书，那各位呢，你可以帮他供养佛经给出家人啊，或是帮助那些不喜欢读书没钱读书的小孩子能够去学校读书。所以各位在佛法僧三宝面前做任何供养都可以发愿，虽然你供养花，但是你可以发愿说愿我儿子很会读书啊，愿自己很有智慧也可以啊。你供养袈裟啊，愿妈妈很健康啊，也可以啊。这个就是这样代表世间的福报，因为三宝的力量，如果我们去虔诚供养，你求的愿都能够满愿。大王道志，黄金至心奉施沙门饮食衣服无不可量，今且略说十五功德。何等十五？一者，闭塞兼贪之心；二者，能开布施心手；三者，能灭无布施福邪见之心；四者，能生果报不亡正见之心；五者，随顺善知识人；六者，远离下无之人。
七者，能开诸善道门；八者，能避诸恶趣门；九者，能种善根种子；十者，能拔不善根栽；十一者，能见薄一切诸烦恼结；十二者，能增长一切诸善根分；十三者，能保足一切诸持戒人；十四者，能因为自身所作已作；十五者，能为利益他因作已作；所以我们了解三宝对我们的恩不可思议啊，所以每天都要供养三宝，好不好啊？你供养三宝，你就可以得到三宝的加持。所以所有的福报，佛经说哦，你用百千万亿人民币去做世间的布施，还不如用一杯水供养三宝的功德。为什么？三宝是无上福田啊。所以各位，那三宝对我们的恩这么大，解救父母众生离苦得乐哦，特别是法，所以各位要读地藏经啊，哦，要思维佛法，有了法，所有众生可以脱离轮回，所以要供养佛供养法。那出家人按照佛陀的教法在实践在弘扬，所以出家人伟不伟大？要供养三宝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虔诚供养三宝。而且供养的时候，大家要发起最圆满的心态啊，就是念一下无上菩提心。我们为什么要供养？我们为了所有六道轮回的爸爸妈妈，感谢三宝的加持啊，一个临命中人，一个恶鬼道，听得到阿弥陀佛，他就可以脱离轮回往生净土啊。所以我们前面佛法僧三宝都现前了，后面跟我背一次，父母为首有情重，就是爸爸妈妈站在前面，我们对爸爸妈妈啊慈父悲母一定有绝对感恩的心，然后以对爸爸妈妈的心态来对待六道众生，好不好啊？那你功德就很大哦。若复有人斋食供养佛及众生，功德有时，云何为实？一、寿命延长；二、形色圆满；三、知节夺利；四、记忆不忘；五、智慧辩才；六、众睹欢喜；七、丰足珍宝；八、人天自在；九、命中升天；十、速证愿迹。如是十种圣妙功德，施佛及僧斋食供养，获如斯果。那你要观想所有好吃的食物啊，供养三宝。为什么要供养三宝？为地狱鬼道畜生道。佛教的慈悲心不是为自己，我后面是地狱鬼道畜生道可怜的，我上面是佛法僧三宝，然后爸爸妈妈祖先坐在我的上面，当你供养的时候，替父母祖先冤亲债主，替六道众生供养佛法僧三宝，供养所有护法，要有这个想法。湖广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乐及歌咏赞叹、香花供养，乃至劝于一人、多人。